想知道任何房市情报，马上扫描免费咨询。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一，又到了每周收看新竹房市焦点的时间，一起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建案要为您介绍吧。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醉之音，由一山建设大拓城开发醉之音破天案，基地坐落于新浦镇文山六街，位在自强重化区内，临近竹北生活圈，学区为文山国小、新浦国中，规划地上4楼半，60到64平，透天与电梯透天，前院停车，总户数13户，建材采用 Panasonic 厨具和 Total 卫浴，有兴趣的您记得手刀预约哦。接下来是李峰李白，李峰建设李白大楼案基地坐落于冲林乡3民路238号，学区为冲林国小、冲林国中，规划地上11层，地下2层，33.3到37.1平，3房2卫，共有50户，建材采用叶炉锁、冠军瓷砖、里内厨具、偷头卫浴，有兴趣的您记得赶紧预约哦。新世纪开发建设森情透天案基地坐落于新丰乡平顶3街40号旁，临近明星科技大学，拥有松林国小、中校国中学区，规划地上4楼半，55到65平，4房，总户数21户，采用樱花厨具、德瑞克卫浴，诉求明星重化区旁的唯一透天案。最后要为您介绍的是新生活，美山林建设新生活透天案现在已全新完工，本案基地坐落于湖孔乡中正路3段26巷37号，为地上4层精致社区型透天，规划53到62平，3到5房，房间及卫浴皆开窗，花台设计造型植栽，打造垂直绿化环境，采用透头卫浴，主卧还配备国际牌暖风机，新生活的食品屋开放参观中哦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边，下周也请记得准时收看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